及的，透过水，透过面包。所以希望下回各位有机会多买好吃的面包，好喝的水，你给他念念大悲咒、药师咒啊，在你家放了，然后再送给他们吃，他们就可以念一下吃即解脱，他们吃了就得到佛菩萨的加持，这个叫方便，要用什么方法帮助他。再来，南无宝济如来，当愿众生业障消除，得道保护，死后升天。为什么？特别他们那些鱼药就放了，一定要念。如果你念南无宝济如来，他们不会被抓，而且他们做畜生做鱼的业障消除了，护法神会直接带他去升天。所以各位要多念，你只要看到有动物啊、有鱼啊、超市啊、起地位啊，再念一次南无宝济如来，南无宝济如来，南无宝济如来。更重要的，喝水一定要念哦。水里面有没有细菌？大家都知道，你煮开水它会不会烧死？会。就算你不煮，你喝矿泉水里面都有细菌。所以佛陀说，你喝水煮水，如果不念宝济如来或是嗡瓦西波罗摩尼梭哈，犯杀生啊。所以佛说，佛观一波水，以佛陀的眼睛来看，一杯水八万四千虫，里面有八万四千只虫。若不念此咒，如果你不念宝济如来或念嗡瓦西波罗摩尼梭哈，如食众生肉，你等于在杀生吃肉。所以把它背下来，来，南无宝济如来，南无宝济如来，南无宝济如来。那各位要背哦，为了利益众生，那你要把这些佛号的功德记下来，记下来。所以考试没考过，等一下不能吃饭。要人家发财，念什么？快念几遍，南无多宝如来。阿伯要吃饭，先念念的，再吃阿伯背起来了。再来，南无宝济如来。消除业障，死后升天。南无妙色身如来，生了水，因万水都没败。南无妙色身如来，所以我们在念那个甘露水真言，南无娑罗波罗，但他还都会大知道，嗡娑罗娑罗波罗，娑罗波罗娑罗萨婆，就这尊佛的咒，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？来，妙色陀罗尼，就是说这些孤魂野鬼碰到这个水，喝到这个水，外表就会变得很漂亮，因为孤魂野鬼他们的身体像火炭一样被烧，他们的脸丑得要死，被火一直在烧。但是他得到了甘露水真言，嗡娑罗娑罗波罗蜜多罗，波罗蜜多罗萨婆诃，就是妙色身如来的咒，所以叫妙色陀罗尼。没生了水哦，你没水爱忏悔啊，不要修，没得修啊。所以各位要庄严啊，庄严不是很性感的意思。老和尚90岁了，皮肤亮亮，但很庄严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心很庄严，外表就很庄严，看起来很庄严。妙色身如来不是性感啊，不是引起男人女人的欲望，那就不庄严了。所以那多念南无，如果你每次甘露水真言忘了，你就念南无妙色身如来，南无妙色身如来，那些鬼都给你合掌都笑哦。啊，帮助他们。再来，南无广博身如来，那就是让他们长得又高又大，不会被欺负。动物如果小小只就会被欺负，动物如果大只不会被欺负，而且不会堕落三恶道。再来，南无离部位如来，拢未惊，拢未惊。所以老鼠看到人会怕，但是我们多念南无离部位如来，他就不会怕你，你也不会怕他。不但不会怕，而且将来他可以脱离三恶道，将来还可以学佛。最后来，南无阿弥陀如来，业障消除，心里平静，往生净土，将来成佛。南无阿弥陀如来，南无阿弥陀如来，
南无阿弥陀如来，再来要念来，南无释迦如来。那为什么要用释迦牟尼佛啊？念一下，永不退转，发菩提心，普度众生。我们做什么事，人家都会伤害你。你要放生，他也说不好；你要拜佛，也说不好；你要出家，他也说不好。所以你要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或是南无释迦如来，你不会退转。而且释迦牟尼佛呢，他有一个特点，来，身体如金刚不坏，身体特别好啊。所以念释迦如来的名号，那身体可以让对方健康，而且呢，他不会退转，在菩提心上修行，耐得起孤独，不会退转。这个社会啊，你要做好事很孤独的，所以每个人都不了解你，误会你，伤害你，破坏你，都会的。但是你一定要多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甚至想着释迦牟尼佛过去是如何孤独的死，为众生而死，为我们而死，这样终于把佛法传给我们了。那你去想他，哇，太伟大了，那你的心态就不会退转。不然你会说，哇，我每天叫他吃素，他也不吃素，很难。所以你要度一个人不容易的。你的先生、你的太太现在没有吃素，外面还给带来给拔掉，你还是要不退转的爱他，度他，因为你这辈子不度他，下辈子继续还他，这是缘分的，跑不掉的，但是你要一直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牟尼佛加持啊，他加持你，让你不会退转，让你开智慧，怎么样帮助最坏的人才会变成最好的人？我的功效你知道挂了，对，我以前就是乱七八糟的，我以前来印尼拿的就是弘法，我以前来印尼是晚上才跑出来面女人的。我在做旅行社，都在做坏事，跑到马来西亚，我到云顶去拔掉，哇，去唱歌跳舞，跑到泰国去抽大麻，对不对？去乱做坏事，什么放生、假歪了，那已经没办法，我也不是坏人，但是环境就是这样啊，因为做旅行社啊，交际应酬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做。盖房子要交际应酬啊，都是这些人，而且跋筊啊，每天赌博啊，每天喝酒，每天花天酒。但是学佛了，知道自己错了。以前不快乐，以前只是觉得你不去满足欲望，好像痛苦，很痛苦啊，就像这个皮肤很痒，每天要抓，妈个撩个撸撩撸，越抓越痒的，每天都要去，好像。老婆不在，赶快一天赶快跑三个 club， 赶紧来歪勾这样，因为每天都要想办法做坏事，因为没有佛法。但是懂了佛法以后，哎呦，现在要节俭一点，每天做善事，不赌博了没意思了，不喝酒了没意思了，要去做善事才快乐了。所以到处去帮助别人，去老人院、孤儿院，像我们。湛乐法师、湛德法师，哇，经常跑到坟墓啊、屠宰场助念，每天都比我还忙啊。他们体力比我还好啊，每天冲啊，一天跑三四个地方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事实上出国比在台湾轻松啊，对不对？出国坐飞机睡觉，你在台湾冲到忙到晚，而且信徒那个早那个早都是好事，但是要努力啊。那现在就觉得说，哇，这嘛赚大条哎呀！所以各位念一下，努力赚功德。你要记住啊，这一辈子什么都帮不了你，就是你造的善业功德可以帮你。所以要努力的想办法去跟人家结缘呐，跟三宝结缘，跟出家师父结缘，跟可怜的众生结缘，每天都如此就会很快乐。好。
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，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的智慧，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开拓法师弘法行程。1月14号至1月17号，新加坡弘法之旅。1月15号星期三上午8点半，新加坡九华山报恩寺八关斋戒。1月16号星期四，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。上午10点，新加坡九华山报恩寺弥陀祈福消灾超荐法会。1月17号星期五，兼斋菩萨圣诞，念卢舍那佛、大势至菩萨，持斋除罪1000劫。上午9点半至下午3点半，新加坡佛教生命协会护生暨慈悲讲座。1月18号星期六，念地藏菩萨、卢舍那佛，持斋除罪1000劫。下午1点，印尼巴淡岛护生。1月19号星期日，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万倍。上午9点，印尼巴淡岛慈海禅寺年尾大蒙山超度法会。1月21号星期二，下午3点至6点半，新加坡关怀活动。1月25号礼拜六，弥勒菩萨圣诞，念定功如来持斋度罪40劫，定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成100倍，愿受天尊万岁。上午10点，板桥闭关寺佛像开光，新春开始。下午6点，新北市家禽运销合作社点万灯共万水，后生教主笔试试，联络电话：02-2951-0565。1月26号礼拜日，下午2点，台北生命道场迎新春念众生感恩讲座，联络电话：02-2550-9900。1月27号礼拜一，上午10点，新店大明讲堂新春开始十供养甲好心发挥，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。1月28号礼拜二，孙天一真人千秋，上午10点，树拿菩提讲堂新春祈福发挥，点万灯共万水。甲心灵讲座，联络电话：02-2688-5088。1月29号礼拜三，上午10点，市立桃园特殊教育学校新春祈福，点万灯共万水，甲消灾发挥。联络电话：桃园中心03-347-7666，桃园道场03-331-0553，中立中心03-422-8806。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